同胞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航天员王亚平。我正在中国空间站内执行为期六个月的飞行任务，非常高兴在太空中与大家共同庆祝我们全球女性的节日。在此，祝愿世界各国的女性同胞们国际妇女节快乐！借此机会，我要感谢每一位女性同胞的无私奉献，也祝愿每一位女同胞在自己的星空中，为我们所爱的生活和事业采撷最璀璨的星。动物园已出发。